大家早，今天我们来进行我们的八九第三个部分。我们要找两条线的底点波西两岸，就是交叉点。那么我们有两种方法，第一种就是画 graph 画出来，画在同一个 sata cutters， 然后呢就会看到那个交叉点的位置。第二个我可以算出来，我可以用以前学过的 bersamaan serenta。OK， 我们有两个方法咯，一个是本甘蒂安，一个是本哈布山，替代法和删除法。首先我们先来看画图的，画图的呢 OK， 你看这个题目，要我找 2x 加 y 等于5以及 x 加 2y 等于1的交叉点在哪里。所以首先我可以设定 x 是这条 OK， 我设定 x 的任何至少5个点。 OK， 你看这里 x 它设置几个点，1,2,3,4,5,6,6 个点，从减一到十 ，OK， 这个 x 我设置的，所以在这一条线上面，我可以任选最少要五个点。所以怎么找到 y 的呢来呢？我就甘地进去这个 formula， x 等于减一，所以减二乘减一等于加二，加二加五，哎，我就找到我 y 的呢来了。所以我会不断重复这样的算法，我就可以找到 y 的每一个值。所以这边当 x 等于减 1， y 就等于 7， 当 x 等于 0， y 就等于 5， 当 x 等于 1， y 就等于 3， 这里就等于有了6个 digit， 1个 digit， 2个 digit， 3个 digit， 4个 digit， 5个 digit， 6个 digit。 然后呢我就 plot 在这个 SATA 卡迪线里面，减一七 OK，减一七，零五一三，二一三减一四减三，给这个就是 y 等于 2x 加 y 等于5的直线。再来我重复同样的步骤，可以算另外一条线，那我就可以找到另外的，我这里比较多点，一个点，两个，三四五六，六个点。所以我把它画了出来 OK， 我就可以看到它的交叉点就是3减1。所以这个步骤蛮花时间的 OK。 那么我们有一个更快速的方法，我们就是用替代法或者是删除法，本甘蒂安或者是本哈布散 OK。 本甘蒂安呢，我的方法就是我要找一个本甘蒂，可以假设说这里 OK， 我要怎么找本甘蒂，我们先找哪一个比较容易变成一个新的 formula 的。譬如说我看有这个 y， okay, y 可能可以变成本甘蒂，还有一个 x 也可以，我任选一个，不要选这边的 2x 2y 这两个不要选，因为它还有 Bergali 在前面，我们选没有 Bergali 在前面的。所以这里假设说我选 y， 然后呢我就 modify 这个 formula OK， 然后呢它就变成我的本甘蒂 y 等于5，这个 2x 搬去后面，所以我现在要的是 y 等于什么，这个就是我的本甘蒂，我要替代的那个人 OK。 所以我接下来就会用这个来替代所有等于 y 的你来，所以现在 y 会不见掉了， y 会变成5减 2x OK。 所以这个我要甘地进哪一个 formula 呢？刚才这个 formula 是从1变过来的，所以我要甘地去2，所以甘地 y 等于5减 2y 给的 2。 所以现在在第2的 formula 里面，它的 y 就会被甘地掉了，被什么甘地掉？5减 2x 哦，所以你看到这个 y 不见掉了，变成5减 2x。 所以当一个 formula 的 y 不见掉了的时候，只剩下 x， 我就可以找 x OK， 我就可以找 x OK。 然后呢我找到了 x 以后，我还要找回 y， 因为我要找的是 d 的波西两岸，所以要找回 y， 我再甘地回去这个本甘地里面，我就可以找到了 x 和 y 等于一个 digit， 这个就是本甘地的方法。本哈布散呢，本哈布散有两种，
我可以 habus 加热单吧，也可以 habus 加热多啦。OK， 这里是 habus 加热多啦咯。OK， 它的这个方式呢，就是我有一个目标，我要删除哪一个舍不蛋。OK， 这里我要删除的是舍不蛋舍如不 x， 还是要删除舍不蛋舍如不 y？ 你看它这里，它删除的舍不蛋 y， 所以它会把 y 变到一样。所以当2 y 减2 y， 哎，它就不见掉了，这里就 habus 掉了。所以当其中一组舍不蛋舍如不被 habus 掉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你来。OK， 这里还没有结束，当我找到了 x， 我还要找回 y， 所以这里甘地的方法是跟 gai da bun gan dian 是一样的，重复罢了。OK， 好，这里可能，其实以前我们学过了。OK， 可能忘记了的同学，你可能还看不是很到那整个画面。我们来看例子。OK。Okay， 我们来看第一题。OK， 第67面的。Tentukan titik persilangan dengan kaedah penggantian. 所以它我们用替代法，替代法我就要找 pengganti。 所以你看这里的 pengganti 找 y 和 x， 在这个 formula 里面，哇，这就 y 了，所以两个都是 pengganti 吗？啊，其实这个是最容易的，既然两个都是 y， 就是说 y1 等于 y2， 所以我可以直接summon干这两个，这个也就是一种改的本干点。所以你看到这个 formula 里面现在只剩下什么， y 已经不见了，所以我可以找 x， solve 掉它就找到 x 了。所以 5x 我放在前面， 3x 我带来前面就变成减 3x， 加6我搬去后面就变成减6，然后我就 solve 了。5个 spiderman 不见掉3个 spiderman， 剩下2个，我欠你2块，我欠你6块，我欠你8块，不要给我讨债啊，这个是例子而已啊。 OK， 然后 2x 等于减 8， 所以 x 等于把这个2搬去后面，它就变成除，所以减8除2等于 x 等于减4。结束了吗？还没有，因为这个要我们找的是 dday， 我只有 x 罢了，我还要找 y。所以 y 怎么找？我可以甘地回 formula 1或者是2，任选1。所以这里假设说我甘地 x 等于减1，格达拉1，所以我的 y 就等于 5x， 我已经甘地减1了，加6，所以我 solve 掉它，减20加6就等于 y 等于减14，所以我已经有了 x 跟 y， 把它合起来，那个就是我的 didek persilangan。 OK， 这个快很多，你不用像 graph 这样子一个一个去算。 OK， 我们再来看多一题啊，这题啊就比较复杂一点了，它没有的直接 summer 干。所以第一个步骤，我们先 label 两个 persamaan， 然后我们找哪一个适合当 pengganti， x 适合， y 也适合， y 也适合。Okay， 所以在这里有三个，可是我选 x 好了。 OK， 你要选 y 也可以，所以我用这个来做我的本干地，就是 x 等于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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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就重组这个 formula， 我把 y 搬去后面就会变成减，所以我的本干地就是 x 等于6减 y。 所以等下这个本干地，okay， 我就会用来代替所有的 x。 OK， 这个本干地是从哪里来的？1来的，所以我要把这个本干地干地去2，所以 x 等于6减 y， 干地格达拉2，所以现在在 formula 2里面的 x 就会不见了， x 没有了咯，它已经被本干地替代掉了。所以这个我们要跟帮一个一个乘进去，3乘6等于18， 3乘减 y 等于减 3y。 OK，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说，哎，这个 formula 里面已经没有 x 了哦，没有 x 了的意思就是我肯定可以找到 y， 所以我 solve 掉它就可以了。所以18减 3y 减 4y， 我欠你3个悠悠，我再欠你3个悠悠，再欠你1个悠悠，所以我欠你4个悠悠，所以我可以找 y 咯。 OK，
我把这个18搬去后面就会变成减18，然后这个减4再搬去后面，乘会变成除，所以 y 等于2减18除减4，我就可以找到我的 y 等于 positive 4。还没有结束，因为我只有 y 而已，我还要找 x， 因为这个是 d day， 所以怎么找 x 呢？干地回去我的本干地咯，这个，所以 x 等于是干地什么了个本干地，所以我的本干地是 x 等于6减 y 已经找到了对吗？所以 x 等于6减 4， 所以 x 就等于2，现在已经有了 x 有了 y， 给它合起来OK， 我的 DWC 浪案就是24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题。好，最后一题很复杂。OK， 我们首先标1和2，然后再看看里面哪一个适合当本干地的。没有，全部都有不干地，所以这个就要考一点功夫，要把它算出来，而且算出来的本干地会有分母。OK， 所以假设说我这里选的就是好这个 x 吧，所以我把这个 x 把它变成本干地，我会得 OK， 我先把 5y 搬去后面变成减 5y， 然后再把3带去后面， 3x 乘，所以带去后面它会变成除，所以我的本干地是不是很复杂呢？7减 5y 除 3， 还有一个分母在这边，没有办法，只可以这样用，所以我这个本干地很复杂。OK， 这个本干地是从 persamaan 1来的，所以我要干地去 persamaan 2咯，所以在我的 persamaan 2，我的 x 就会不见掉，看到吗？这个 x 不见掉了，已经变成7减 5y per 3，所以这个我就 solve 掉它。怎样 solve 掉它？7跟3又不可以越我，没有关系，全部乘分母，分母很乱的，先把它弄掉。所以当我全部乘分母以后 OK， 我就可以看到一个平平干干净净的 formula， 所以这里我再来慢慢跟帮咯，7乘7等于49，7乘减5等于减35 OK， 所以我再来 solve， 我欠你35个悠悠，我再欠你18个悠悠，所以我欠你53个悠悠，然后这个49搬去后面就变成减49，所以我就可以算到这个。等下我要找 y， 所以我要把减53搬去后面，减53和 y 的关系是乘，所以我带去后面就会变成除，所以除出来 y 等于2。OK， 终于找到了 y， 还没有结束哦，因为这个要我找的是 d date 嘛，所以我还要找回 x， 怎么找？干地回去我的本干地。所以 y 等于2，干地格本干地，所以 x 等于7减 5， OK， 我的这个 y 已经找到了吗？ y 就是2，所以就放2咯，所以就可以找到 x 等于减 1， 所以已经有了 x， 有了 y， 我就有了 d date per si lang an。 所以总结来说，要怎样用替代法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先要选择适合的本干地，找那些没有不咖喱的 OK， 如果你全部都有不咖喱，我们就只可以像刚才最后一个例子慢慢算 OK， 先尽量把它的分母去掉 OK。 第二个步骤 OK， 我们就把这个本干地的你来放进去 OK， 另外一组 persamaan 里面就可以找到 either 是 x 或者是 y 咯，然后找到了其中一个，我再干地回去我的这个本干地，那么我就可以找完我的 xy OK，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步骤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方法，可以用这个本哈布山，我很喜欢用这个，因为这个比较快对我来说啦 OK。好，我们有两种方法，一个就是哈布什加热丹巴，哈布什加热多拉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步骤，我要用删除法。我的步骤是，我必须先确保我的排列是一样的。你看这个已经一样了， 2y 下面就是 y， 等于下面就是等于 x 跟 x， 数目跟数目。如果不一样的话，我要先重组。我们很幸运，作业里面的全部都一样。
OK， 所以现在我要选，我要 habus 哪一组？我们找一样的，二 y 跟 y 不一样 ，x 跟减 x 一样，只是它的 operasi 不一样。上面的 x 加，下面的 x 减。所以如果 operasi 不一样的话呢，我可以用 habus sejarah tambah。OK， 这个我们很少看到。因为我发现到很多同学以前只是会用 habus sejarah tolak， 其实我们也可以 habus sejarah tambah 的。如果它牵涉到不同的 operasi， 上面加下面减，我可以用加法来删掉的。Okay， 所以我就拿它来删，用加法来删。Okay， 所以一个一个来加，首先是 2y 加 y。等于 3y， 等于搬下来 ，OK，x 加减等于什么？减 x 减 x， 它不少咯，这个就是本哈不散 ，OK。然后接下来2加减，加减等于减，所以2减5等于减3，所以是不是很快嘞？一个步骤我就很快可以看到 3y 等于减3了。一个 formula 里面只有一个。那个本波列乌巴，我就可以 solve 它，所以 y 等于减三除三 ，y 就等于减一，快很多 ，OK？ 可是还没有结束，因为我要找的是 date， 所以我还要找 x， 所以我可以甘地进任何一个 formula，OK？、Okay? 我甘地去 e，OK？、Okay? 所以2我的 y 已经找到了，减一等于 x 加2，所以我 solve 掉它 ，x 就等于减四。所以已经有了 x， 有了 y， 我就有了 date persilangan。好，我们再来看 b， OK， b 也是一样， OK， 我们首先先看它排列， x 对 x， y 对 y， 数目字对数目字，所以可以用。所以我们先标号一和二，然后我们来决定我们要 habus 哪一个， OK， 哪一个都可以啦， OK， 我 x 也可以 ，y 也可以，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在我 habus 之前，我必须先把它变成一样。所以假设说我要 habus sebutan x， OK， sebutan serupa x， 所以看到下面的这个 x 跟上面的 2x 有什么不同，它少了2，所以要让它变成一样，第二个 formula 全部乘2，所以第一个 formula， OK， 忘记讲，所以这个等下我会拿到 2x 跟 2x， 2x 跟 2x 两个都是加加，所以我就可以用这个 habus sejarah tolak。Okay， 所以 2x 减 y 等于减 2， okay， 这个是 normal 的， okay， formula 2全部乘2了以后， x 乘2会变成 2x， 减 2y 乘2会变成减 4y， 减13乘2会变成减 26， okay， 所以 dola 因为两个都是 positive， okay， 所以先看到什么一样了吗？ 2x 跟 2x 一样了，当 2x 减 2x 我就可以habus， 所以就剩下一个罢了，剩下一个本波列乌巴，就是减 y， 减减就会变加，所以我欠你 y 块，我还你 4y 块，所以我还有欠你吗？没有，我还多还了你3块， OK， 所以等于这个也是一样，减2减减加，减2加26等于24，所以现在 3y 等于24，三乘什么等于二十四？如果你很快的话，你就知道是八了。如果你要算也是可以啦。OK， 把三搬去后面 ，OK 就变成除，所以 y 等于八。结束了没？没有，我们还要找 x， 所以我可以甘地去任何一个，我甘地去一的话，我就可以找到2x 减八等于减二，所以我的 x 等于，哎，漏掉一个啊。x 等于三，所以有了 x 有了 y， 我就有了 date persilangan。我们来看 c 啊，这个是比较复杂的。首先我们先来 label 一二，然后呢我们再想想要 habus 哪一个，两个都一样嘞。哦，如果我要 habus 掉的话，我又不可以拿一个来乘某一个数字罢了，这个很复杂，我两个都要乘呐。OK， 所以假设说我要 habus 不单 x。上面的就要全部乘3，让 2x 变成 6x， 那么下面的全部乘2，
让 3x 变成 6x， 所以因为两个都是 positive， 我就还不是加热多辣咯。所以改过的 formula， 2x 乘3会变成 6x， 减 3y 乘3会变成减 9x， 7乘3会变成21。下面的 3x 乘2会变成 6x， 2y 乘2会变成 4y， 17乘2会变成34，然后我就拿来减。所以 6x 减 6x 好不是 OK， 减 9y 减加等于减，所以减9减4等于减 13y， 21减34会拿到减 13， 所以 y 就是减 13 除减 13 等于 positive 1。然后呢，我再把 y 等于1干地清其中一个， OK， 我干地去1，所以 2x 等于3，我已经找到1了，我就干地进去，我就可以拿到这个。所以 x 等于7加3除 2， x 就等于5。 OK， 所以有了 x 有了 y， 我的 DDPCLANGAN 就是51。好，所以总结来说，如果我要用删除法的话，第一个 OK， 我们必须先确保它是照排的， x 对 x， y 对 y， 数字对数字，如果没有的话我要重组。接下来呢，我要选择我要 Habus X 还是要 Habus Y， 然后我要 Habus 的那一个舍不得要把它变成一样。OK， 所以呢，如果我的这个要 Habus 的东西 OK 是一样的， OK， Operasi 是一样的， Operasi 是一样的，就是两个都是加加或者两个都是减减，我就用 Habus 加的多啦。如果两个 Operasi一个 positive 一个 negative 不一样的，我就 Habus 加热 per number 和。然后这个步骤呢 OK， 我就干地 x 或者是 y 去另外一个 formula， 然后呢我就可以找到我的 xy。 好，所以 OK， 其实这个我们只是在复习波萨马安斯人大以前学过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第69面 OK 最后的题目了。Raja di bawah menunjukkan rhombus ABCD. Titik C berada di paksi X. OK， 这个titik C， titik C， 还要我找persamaan garis lurus BC。 OK， 所以要找 BC 的话呢，我可以看到 BC 是什么，它是不是跟这个paksi Y 平行，所以它是直线，所以直线呢它是没有 Y 等于什么的，因为它的 M 打的 Dagriff， 所以它只有 X 等于什么。那么这个 X 的你来，你就要看在这一条线上面什么保持不变的。OK， C 很明显是60，因为上面是什么下面就是什么 X 嘛，所以你看到60跟65什么是一样的，6是一样的，所以它的 formula 就是 X 等于6，这样罢了。OK， 然后呢 B 要我找 coordinate C， 我刚才已经找到了咯，60。现在我要找 persamaan garis lurus AB。 OK， 我要找 AB 的话呢，我已经有了 B 一个点，所以我要找 M， 可是 M 没有，所以我要跟另外一条跟 AB solari 的线，那就是 DC 借它的 M。 所以你看 DC 可以找到 M 吗？可以，因为有两个 DD。所以我这里知道葛哲伦南 AB 等于 DC， 所以我就借 DC 的 M， 那么我可以用什么 formula， y2 减 y1 除 x2 减 x1， 所以就是0减减9， 6减减6。 OK， 所以减减等于加9， OK， 6减减6等于6加6等于12，所以拿到9/12，这个可以约减哦，会变成3/4，所以我找到了 M，我已经有了一个 DD， 所以我就可以放进去什么 formula 里面，这个昨天学的 y 等于 mx 加 c， 所以我的 m 就是3/4，我的 x 就是6/15， 6放在这边， y 放在后面，所以我 solve 掉它， OK， 我就可以找到这个，这个4和6可以 ringkaskan， OK， 或者是你直接全部拿来乘分母， OK， 这里我已经 ringkas 到一半了，我会拿到2和3，2 2 4 3 2 6，所以剩下分母2，所以全部乘2， OK， 我就可以找到这个，哎，这个这里还没有，这里还没有2嘞，对，这里还没有2，这里是C罢了， OK，
所以过后我再全部乘二，我才可以拿到30等于9加 2C。OK， 然后接下来我已经有了 C， 我已经有了 N， 我就可以排进去我的 Bersama 案 ，Y 等于 M 34X 加 C 21/2。OK， 这个就是我的 Bersama 案。好，接下来 D 还要我找 Binda 3X， 所以他叫我找 Binda 3X 的话，记得如果找 Binda 3XY 就等于0，如果找 Binda 3YX 就等于0。所以刚才我已经有了 Bersama 案，这个 AB 有没有 ？OK， 所以先 Binda 3X 就是这里 ，OK 这个位置，可以在 Boxy X 割破 Boxy X 的位置，所以这个是什么？OK， 所以我们知道 Binda 3XY 一定等于0嘛，所以我就干地进去刚才的 formula 咯，所以我就可以找到这个。OK， 这个 3/4X 我可以把 X 搬去上面的，所以就拿到 3X/4。OK， 然后这个21/2我搬来前面，我就会变成 positive 会变成 negative 21/2。所以我找到这个 formula， 我可以直接 direct 西朗 ，3X 乘2等于 6X。减21乘4等于84，减84，所以 x 等于减84除6， x 就等于减14，所以这个 x 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的宾达 3x。 OK， 所以这个位置是减14。 OK， 这一题他问我 AB 和 DC 会不会有交叉。 OK， 当然不会了。 OK， AB 和 CD OK 就是永远都保持一样的距离，不会有交叉点。 OK， 所以 D 的 OK， 因为它们是平行的，永远不会有交叉。 D 的 kerana kedua-dua garis lurus AB dan DC adalah selari， 它们是平行的，所以不会交叉。 OK， 所以今天的功课就是完成67到69页，然后只需要拍69页给我改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们这一课大致上是已经结束了，只是我们还会完成一下后面的几页，那个就当做假期作业吧。OK， 我们会在假期以后讨论。OK， 所以今天就这样。OK， 谢谢大家。